人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俊凯，我今天来吃早饭来了。现在时间是10:40，现在有早饭吗？早餐就羊杂汤。羊杂汤。嗯。还有那个叫什么来着？烧饼夹肉。烧饼夹肉。啊，对对，烧饼夹肉有吗？好。加一个，加一个，加俩。加俩吧。好嘞。啊，对了，还有豆腐脑吗？豆腐脑没了。那我随便做就可以的是吧？对，10:00就是早餐，下来。啊，10:00之前是早餐，这几点开门？啊，凌晨5:00到晚上几点？一直到晚上11:30。晚上11:30，我发现这边有很多铜过的锅，这个是我的是吧？是泥水大蓝是吧？对，这麻酱是吗？啊，这麻酱、辣椒，这个呢？啊，这蒜汁儿，需要你汁儿？蒜汁儿，蒜汁儿。啊，好，我的羊杂汤来了，还有这个是烧饼里面加肉的。哇，太棒了！嗯，这里面有好多料呀！哇塞，尝尝。嗯，要吃这么多鱼。嗯，这么多肉，相当好吃的。嗯，您好，多少钱？1个羊杂汤，1个40。好嘞，那就好，再见。因为早饭吃的比较晚一点，午饭也是要稍微晚一点吧。现在时间是11:10，到鼓楼了。哎，这儿也有剁汁冰淇淋啊，来一个吧，多少钱？29元。转过去了，谢谢。剁汁冰淇淋下面有个胶圈的，来尝尝。嗯，就是剁汁的味道。嗯，挺好吃的。啊，原来这个是米其林了。我看到了这个米其林之后更好吃的那种感觉。师傅，电动和那个手动价格是不一样的吗？这个180，这个电动180。啊，这个180，这个是200。啊，240。240。哦，好，谢谢啊。我们在这边坐船的话，手动是180，然后电动是240一个小时的。我刚刚问了游客，上次我去的咖啡厅就是在那儿，在这儿下去的。你好，我要一杯冰美式。您拿30号，稍后给送。好，谢谢啊。今天工作日人比较少，我上的那个地方是在这儿。在这儿坐的话能看到整个前海的景色，这边是前海，那边是后海的。今天我们楼上喝吧。我的冰美式，哇哦，여기좋다，呀，대박인데，呀，여기멋지다，这就是鼓楼，蘸韩国人的血剁冰美式，啊，呀，살겠다，呀，안녕。到了南锣鼓巷，老北京卤煮，还有这是老北京炸酱面。现在时间11:00，我还是不饿，所以稍微溜达溜达啊。这边有绿豆果儿，都是北京的东西。80，100块钱，别说了，小伙子家伙20块钱。今天李克也小，80也是挺好的。你看这收款码要有80的，你看下午都没人呐，80走不走？100块钱，这不是说这有100块钱的吗？80。90块钱，好吧，90块钱，不是电动的吧？带电不带电，10来里爹不累死我？我一天拉4、5个活，5、6个活。是这个是吧？那这个应该得要80呀，刚刚那个是都是齐的。谁都是这个，都是带电的，没有一个是齐的。哎，就是后海就是齐的。后海齐人只15分钟。没有，人就15分钟，我们都不知都是一起的，我们能不知道？来，走吧。80走吗？还走吧。好，最后还回到这儿还是到地铁站？回到这儿吧，慢慢来，我要慢慢享受一下。80块钱，咱慢慢享受。太快了。咱们在胡同里走，看看。好，师傅，我记得之前还在那边有个卖卤肉饭的那个地方。卤肉饭在那个小菊儿胡同。
现在还在卖。我一会儿就回来的时候在那儿停一下吧。行，没事。这个是邓小平原来住的官邸啊，这就是四合院啊。这个是蒋介石的邸园，1927年到1949年，蒋介石来北京啊，就住这儿啊。不是蒋介石邸园，这个是外交部小区啊，这个里边住的都是外交官。这个大杂院住着100多户人家啊，这都是老百姓，看见了吗？这里面是老百姓住的地方。师傅，你也是住在这个？我也住大杂院啊，有多个电表就住多少户人家啊。大杂院跟四合院区别是什么呀？大杂院住的原来都是四合院，也就是人住多了，老百姓住到里边去了，就剩个通道了，就是大杂院。四合院呢，还是原来的样子。小学吗？小学，小学。现在也开吗？1到6年级。现在是最好的小学是北京市，这就是四合院，看见了吗？这个啊，文天祥的纪念词，人生自古谁无死，无死丹心照汗青的诗句就在这儿写的，这不就是四合院吗？看这边不是学校里边的教学楼吗？这整个这学校大的呢啊，这叫文丞相胡同啊。文丞相胡同，对，你好。好条胡同，对，您好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师傅，我可不可以看一下试一试？不可以，乐不乐？为什么？不可以，这是电的，你让人摔着了不行。没有，我之前，我现在也自己也有电动车。不行，我们这个需要驾驶证的，这个。现在圆的就是五官，那上面那两个六棱形的木柱子看见了吗？入衣，那叫门当，也叫门楣，也就是说有两个的、四个的、八个的、十二个的，是那个如意这个吗？对，两个的官就小啊，5到7品，四个的是1到4品，八个的就是左丞相、右丞相，十二个就是皇家。这底下这个圆的，这叫抱鼓石，就是五官府。方的就是文官府啊。啊，这个是四个的，哎，对，这也是五官，看见了吗？圆的，圆的，哎，对，它那个象征是什么呀？什么意思？上面是个狮子，这是鼓啊，这是战鼓啊。过去五官打仗，两军对阵以后，他要开战了，他先敲鼓，这个击鼓上阵，鸣锣收兵。五官家门前放一战鼓，预示着他随时准备打仗。哦，五官就是卫国的，文官就是治国的。明白，这个方呢就是文官。哎，这个有四个了。哎，这四个也，这也是四个，那个也是四个。这边官就大，那边官就小，门越深官越大，越到外来官越小。这是方的，看见了吗？刚才看是圆的。方的就是文官啊，也就是说刚才那是武官。过去孩子上学没有书包，背的是书包，哎，书箱。在乡下通过层层考试，不远万里来到北京做了高官以后，他为了纪念他上学的辛苦，他就做个书箱子撞到门墩了，到门口就会纪念。咱们走门前一看，人家门前摆的是书箱石。师傅，这个是葫芦吗？哪个？这个。那个是葫芦。是葫芦，葫芦啊，葫芦的福音谐音就是葫芦啊，啊，对对，官座是葫芦，开开门一开，里边葫芦里边多子儿，也就是说呢，多子多福啊，葫芦葫芦，对，葫芦葫芦就是谐音啊，这个是原来的总统府啊，这个是。袁世凯的总统府啊，黎元洪、曹锟、冯国璋，咱们国家从那个清朝灭亡，就是说一直到现在是8个总统啊，也就是说有5个总统都是在这儿办公。这个是100多年的围墙，哦，这后边是什么呀？后边是原来总统府的陆军司令部，后边是海军司令部。那袁世凯办公的地方是？总统府在中间，还没到呢。这才是袁世凯办公的地方啊，那后边那个楼才是，它是袁世凯的总统府，现在是中国人民大学民国研究院啊。这就是12个门当的，看见了吗？对对对，看见了。叫张自忠路3号。这边现在要进的话要买门票吗？不开放，这是中国人民大学。人民大学不是在海淀吗？海淀是本科生，这儿是研究生、硕士生、博士生。福兴栋梁，全国先锋。这是乾隆的女儿和宁公主的府邸，那是民国的围墙，这是清朝的围墙啊，这200多年了啊。和金公主府，哎，对，那个围墙看见了吗？就是清朝建的啊，清朝时代的。对，哎，和宁公主是乾隆的女儿，她的第3个女儿啊。今天真的长知识了。
这是孙中山住的地方，也就是孙中山的行馆。在清朝的时候是多尔衮的弟弟多哲的王府。这是八个门当的，看。啊，对对对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个门当的，这很厉害的。你要不坐我这车，花了几十块钱哪干得过？你再坐在锣鼓巷商业地里边晃悠，你什么也看没看见？这个是两个门当的，两个底下是方的，方的。这文客的七品的文官，文官七品文官，我现在知道的很多了，知道很多了吧？这个叫麒麟背虎通，你知道吗？麒麟背虎通，哦，对对对对对。为什么叫麒麟背虎通，你知道吗？麒麟不是那个动物吗？麒麟是个动物，但是麒麟啊，在中国的寓意啊是送子的意思，就是人没孩子啊，求麒麟啊。这里边是美国人在中国开的最早的一个妇产医院，你知道吗？啊，这里边有妇产医院，妇产医院，所以呢，把这个虎通叫麒麟背。啊，原来是这样子。麒麟送子，这就是那个妇产医院的正门。现在也是妇产医院吗？那不是麒麟吗？现在也是妇产医院了。还是妇产医院。哦，这地方吃饭的地方很多。这个小区看见了吗？这个小区是80年代的建筑，在世界上得了建筑奖啊！中国人设计的唯一一个在世界上得建筑奖的小区啊 ！G2 小区吗？对 ，G2 小区啊。以前跟现代的那结合是非常好的。上班了。哇。咱们在围着小区转一圈啊，那是前面，这是后边。现在这个胡同里面最高的楼是几楼？最高的楼就是5层楼。5层楼，五层楼以上能盖吗？五层楼以上都被拆掉了。原来啊，有一个楼14层就被拆掉了。啊，你要吃卤肉饭到了。啊，这儿，对对对对对，就是这个地方。哎，对，好。啊，到了，好，谢谢师傅。再见。再见。你好。你好。一位。你们招牌就是卤肉饭套餐是吧？对，卤肉饭。这个地方我在大三的时候来过一次，大概是2018年。哇，现在都2024年了，都6年。我每次过来这边的时候一直找不到这个位置，今天刚刚师傅帮我带到这里了。饭还有肉是可以续的。谢谢。哦，好嘞好嘞。土豆了，您叫我。好，这个米饭和肉可以一直续的。可以一直续吗？可以。这个卤肉饭有鸡蛋，还有鸡蛋汤。呀，马上到店。这里也有咖啡厅，博雅吉咖啡。哇，여기멋진데여기앉아가지고좀쉬어야되겠다多冰美式吧。多冰美式，导会给您一个呼叫器，一会儿震动的时候您过来取下餐就可以了，谢谢。谢谢啊。嗯，客气。여기서쉬어야되겠다哦，那儿也有，那边更亮一些，看看。哇，我这里面积挺大的呀。哦，我这个잘해놨다。还要拿个咖啡，谢谢。客气。韩国人的雪豆冰美式。啊，相当不错。我走路的时候发现这边有个一条龙，是什刹海啊，这应该晚上的时候会有开灯的。这里也是快7、8年没来。哇，这边游客挺多的呀。走进什刹海，感受老北京。십차례와서옛북경특색을즐겨라。我要骑个共享单车。哦，骑着自行车看着北京景色，相当舒服的。终于到了。门框胡同百年卤煮。你好。最有名的是卤煮火烧是吧？那来一份卤煮火烧，来一瓶北冰洋吧，冰的。一个卤煮火烧，一个北冰洋。是的。四十。在哪里取餐？在这儿。好，谢谢。哇，哎，대박이다。花生菜都要吗？要，都要了。还有两个蒜。这个是卤煮火烧，嗯，然后把是豆干，这旁边一股花是酸梅汤的，然后这个是豆腐脑的花，大蒜，嗯，相当不错。好的，感谢大家今天观看我视频，我会在下一个视频中再见，谢谢关注，谢谢点赞，拜拜拜，安哟。第二天我来了我家附近的老北京餐馆，这个是我今天点的豆汁儿、羊杂汤、凉菜，
然后这个是牛肉加上土豆泥的。这么多才52块钱，相当不错。我不疼，我不喝。先尝尝这个豆汁儿。然后这个是跟豆汁一起吃的咸菜，这个是他们家的特色，相当好吃。羊杂汤加点米饭。怎么这么少？还有这个凉菜。鸡蛋汤好了。